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菜刀。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，首先把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把两个边折向中间的折痕。把这个边往里折，展开，按照这个折痕折上去，再把这个折痕捏起来，对齐下面的折痕，压好，把这个翻下来，这小角往里折，这侧也一样。展开，把这个边往里折，同时这个部分撑开压平，这一侧也一样。把它对折，这个角往里折一小段，展开，按照折痕折进里面去，最后用胶水把它粘一下。这样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子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